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好，各位大德，我们今天继续研究这个《楞严经》的这个十谛，已经进行到这个第十谛了上次呢是在第九谛，那我们看一下202页这个经本的202页，这把第九谛上会谛后面那一段揭示通明的经文，我们再念一遍哈。阿难，是诸菩萨从此以往修习毕恭，功德圆满，亦目此地名修习位。慈音妙云覆涅盘海，名法云地。所以呢，这一段经文，他把这个善慧地做一个结语，在这个善慧地之前，包括善慧地。也都叫做修习位，那十法云地呢，那就是另外的，所以上礼拜呢，就是说这个法云地呢是开始呢修正，那个正的味道比较多了，修比较少了。那么请看今天的讲义也就是说呢，我们把这个法云地的注解，执掌书里面对法云地的注解呢，也把它。移到今天的讲义来看，一起看。那么首先引用执掌书的这个注解呢，因为这个它解释的比较直接简单，所以它你看它第一句话就是说：“上眼修习毕恭，功德圆满。”这个善慧谛后面的结束就有这两句话那么因即取证涅槃，照说你功德圆满了，那你就可以证涅槃了。所以不取涅槃者，都是为了要利益众生，所以呢，是从利益众生的角度来解释这两句经文：慈音妙云覆涅槃海。所以他说那个"音"字呢，要读成"去声印"、"辟印"的意思所以"慈音妙云"就是菩萨于功德圆满之后。再把他呢这个慈悲好好的呢给他发挥出来，重启真慈应护众生，如万里晴天顿心微妙之云应护世间，全部盖住，全部盖住，然后呢同沐清凉之乐，就不会有这个太阳那么热像今天天气也是很热那么有云盖住的话，那就有清凉之乐。由此，所以能障佛果。那因为你还要特别为了利益众生所以这是没有办法马上入涅槃，所以能障佛果不得取证，这样叫做覆涅槃海他从这个角度去解释那个覆涅槃海，从负面的不是从正面的。正面的是第一句，慈音妙云是为了利益众生而且呢。说那个"音"呢，一定要念成"印"、"复印"的意思所以他的结名法云地呢，正以其真慈如云覆障涅槃法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正面一个负面的。那可是呢，这样解释起来很容易懂。那么到了正脉书这边的解释呢，就稍微复杂一点了我已经把他的注解呢，这个。有一些部分呢就没有取进来直接把比较重要的取进来，否则呢就更难看得懂了所以他这边呢，正脉书他说这八个字呢是主要讲法云地的内容，慈音妙云覆涅槃海那里面有什么呢？里面有慈悲，有智慧，全部都从正面的去解释所以他说上八个字为义，那后面四个字名法云地，它只是结语这个菩萨的名称，第十地的名称叫法云地所以呢，在八个字的这个义理内容里面呢，他给它分开
他说慈跟妙，前面四个字慈跟妙是在讲法上面的，什么意思？慈呢是利他之悲，妙呢是自利之智，自利方面是智，利他是讲悲，所以有智慧，有慈悲，有自利，有利他。然后呢，阴跟云是用来譬喻的。那么那个印呢，的确这边就是像执掌书讲的，有辟润啊，这个辟印的意思。那云的话呢，就是充满。所以一个是取象，辟润之象；一个是取体，充满之体。那么妙云，不要忘记它的妙呢，是指智力方面的智慧。所以智慧呢，是跟那个体真如理体相应的。那这个利他的悲，那个慈悲啊，是为了庇应众生的相啊，所以一个相，一个体，一个自利，一个利他，一个智慧，一个慈悲啊，所以他才说呢，悲如阴而智如云啊，那不管是阴或者是云，都有盖覆的意思啊，都是往下帮助众生的意思。啊，有盖覆的意思啊。那么后面这个覆涅盘海，哎，它不像执掌书是从覆面的说障碍它入涅盘，不是，它是呢，称和圆片，称就是相应，完全相应了，完全跟真如圆满周遍相应了。那怎么解释呢？因为前面的慈悲智慧因缘悲智因缘是十地圆满因德。讲的是菩萨因地的德已经圆满了，然后涅槃海是十地将证未证的果德，现在你的因德完全相应于果德。他的意思是这样啊，所以呢，这个涅槃取缘即真无不缘，妄无不即，所以叫做缘即。所有的真呢，全部圆满了；所有的这个虚妄呢，全部寂灭了。这样叫做圆寂，这样叫做涅槃的圆寂。所以海只是形容，那个量呢，横亘数穷啊。数呢，不要忘记哈，直的是讲时间，过去、现在、未来；横的是讲空间啊。所以呢，这个横亘数穷，时间、空间都是非常的广大无边、深无底。所以他说，这边呢讲的就是菩萨的悲智圆满，已经呢快要接近佛果了，啊，佛的涅槃果啊，但是呢并不是完全一样，所以才用呢，啊，故于斯地方以称何，不是地方啊，于斯地就是这一地第十地，啊。才称何无少欠缺，快要圆满，但是还不是完全一致啊，所以才叫做呢称何无少欠缺而已啊。所以他就补充说明，那难道的前面的这个九地的菩萨没有悲没有智吗？有啊，故知前非无智无悲，不是没有，但是到这里第十地才是称何涅槃。他的殊胜在这边，比起前面九地的菩萨，就是到这里才是真正的称和圆片，完全相应、完全相合这样子，但是还没有到那个圆满的佛德啊，所以他才说呢：“然亦不说称和佛德，恐烂等觉，因为他只有十地啊，哦，还差一个等觉位啊，恐烂等觉这样子啊。然后后面四个字‘明法云地’啊。”就是呢，配合前面的这个他的说明，法字他并不，他不是开始就说慈啊妙啊是讲那个法，因啊云啊是讲一个譬喻，所以法云地就讲法又讲譬喻，啊，所以这样叫做以明造义，法字一字双含悲字，云字一字呢就包括了因那个譬喻，虽然只讲云，但也包括了印。因这个啊，但是呢，色用归体，为什么？刚刚不是特别强调，因是取譬润之相，相就是用，然后呢，云是充满之体，云呢是用来譬喻那个体，
所以现在呢不用音字，只用云字，所以就把象用或放到体里面来，受用归体，这样子啊、哦。所以用这样两个字来涵括前面那八个字：自他、自利利他、慈悲智慧啊，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在。所以他说这个就是名义相符，写的非常的细了啊、哦。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个法云地的菩萨啊，他跟前面的菩萨的差别也表达比较出来了啊，都是从正面的去描述啊，不像执掌书呢一个从正面一个从负面啊。好，到这里呢是整个十地菩萨交代完啊。那么下面呢正脉书有一大段的文字，而且是那字很小啊，那都要去说明什么呢？跟《华严经》的十地那有什么差别啊、哦？所以呢，我看一看呢，就把一些呢就省略掉，只列举下面这一些啊。我觉得这也是很独到的之处。教光法师把这些菩萨位次的注解呢，一直对比着《华严》，到最后呢做了一个比较，《楞严经》跟《华严经》在讲菩萨的这一些位次的时候，那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稍微呢点几点重要的让我们知道啊、哦。所以你看他这边写《华严》的第四地、第八地、第九地、第十地，四八九十啊，这是《华严》的十地哦。但是用的文字让我们会感觉到，好像跟《楞严经》的十住位啊，他是讲的是住位哦。皆同诗经，诗经就是指这本经《楞严经》的注位相同。哦，那余地亦但名字诸多同，意义不类。其他的地方呢，就是说十地里面呢，名字是一样，但是呢，在经文的描述呢，跟《楞严》虽然文字少，但是呢，好像重点都摆的不太一样，所以才会说呢，名字多同，意义不类。反而是呢，《华严经》的十地菩萨的文呢，都跟《楞严经》的十住位的那个菩萨里面的内容就比较相近，尤其是第四、第八、第九、第十，那内容可以说是完全一样啊、哦。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啊，他下面又做一个比较，两经的住位亦但名字多同，亦各差殊。那十住位这边更是如此了。凡若持者，岂可慢不加察哉、哦、如果你真的想要好好了解这些菩萨位次，这两本经一对照，你怎么可以这样很轻慢的随便就看过去呢？没有好好的仔细观察观察呢、哦、甚至呢无心人月法师很随便的句，就是很快的就以地住十身之同啊、哦，也就是说呢，这个华严的十地，然后呢，楞严的十住，啊，也讲到这种十身，啊，然后呢，就以华严为别，认为楞严才是原教，华严讲的是别教，啊，那无心人月，天台的，啊，是会有这种观念，那难免了吼，所以呢，这个教光法师说，这样子不是很好的，啊，故大大不可，啊。他的理由是什么呢？教光法师认为这样不可，理由是什么呢？二经皆但借名别教以诱彼而已、啊、就是名词看起来很像天台的别教，但实际上呢，只是呢借别教的这些文字，其实讲的还是原教，所以教光法师呢还是站在华严的立场，华严经讲的还是原教啊、哦，那么意识天渊也啊、哦嗯。不过呢，虽然两本经呢看起来呢是这样，但是呢，的确，华严跟楞严在解释这些菩萨位次的时候呢，内容的确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啊、哦。但是两本经呢都是借名别教来接引别教的菩萨能够进原教啊、哦。但是华严跟楞严
啊，教光法师认为，的确还是有不一样的啊。那么管见则知故当，然但高推华言，亦不详定异同之有，是亦未尽也。啊，就是你没有把这个有一样有不一样的地方呢的理由讲清楚啊，你高推华言这样也不对啊，也未尽理啊，所以他下面呢就稍微把他的理由呢稍微写一下，今有比度，比度就是呢一种比类似的一种比喻啊或者是呢相对比类比的方式啊，去揣量揣量，这个度呢就是有点测度测度的意思，然后是与智者相知啊，写得很客气，我只是写出来给你跟你商讨商讨哈，非敢直为定说啊，所以呢他这样一写呢，后面的人呢就没有批评他，反正呢你就是说写来参考参考嘛啊，那么你不管你讲的对讲的不对，我认同不认同，反正你已经这么写了啊，你想错了我也不必去批判你，所以很少看到后面的楞严经的注解有对他这个有什么说法的啊，因为反正你就是说参考参考就好了嘛，哦，好，那么看一下他哦，那《诗经》是指楞严经，楞严经具有四理无碍、四事无碍、二无碍法界各一分啊，哦，也就是说跟华严相同的就在这里，意指不同华严。都在讲四理外四数外，但是呢词有广略，楞严讲的比较简单，华严讲的比较多，文字多啊，然亦未有更比华严超越之地，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它画底线啊，他还是守着华严的教理，不可能楞严讲的理会比华严高，不可能，只不过呢在文字表达上面啊，那么必须要加以会通啊，为什么是楞严的住位的菩萨看起来就跟华严的那个实地位的菩萨就类似了，这样要说明一下啊，并不是说楞严一定比华严高，不可能比华严更超越，没这个道理，更何况呢理上面来说，楞严经讲的呢也不过就是四事无碍、理事无碍的一部分，还没有像华严讲那么完整啊，哦，所以这是他先表达的啊，哦，所以呢下面就假设这边问答了啊，哦，那既然如此，为什么你现在呢用楞严的十住位的那些经文去等同于华严十地位的那些文呢啊，哦，你说明理由何在啊？答：佛语自在。那佛自在说法啊，从两方面我们去看这样的一个差别，第一个容摄意，第二个开合意啊，那么有开有合啊，然后或者是互相容摄啊，从这两个啊，因为原教啊，原教的关系，原指一摄一切啊，这不就是原教吗？一即一切啊，一含一切啊，一片一切啊，啊，周遍含容啊，周遍就是一可以遍一切，含容就是一可以含一切，这样叫做周遍含容啊，哦，法界三观第三观周遍含容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既然可以一含一切，一摄一切，所以出住就可以摄出行出相出地，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住就可以含后面三个形象地，如是乃至啊，实住也可以含摄实行实相实地，若此则因时时各同，何止住地四位的相同呢？啊，楞严的刚刚讲了，楞严的四住、八住、九住、十住，相当于华严的四地、八地、九地、十地。啊，所以不是只有这四个可以这样子，其实呢都可以，啊，时时各同，这就是可以互相融摄的第一个意思。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华严跟楞严
啊，这两个地方可以互相融摄啊。第二个开合的意思，佛与无定，所以开前而合后，或者是合前而开后。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楞严经这边呢，恐怕是合华严的住行相就合到楞严的实性里面来，所以楞严的住就相当于华严的地，他的意思是这样、哦、把华严的实住实行实位相已经放到他的实性位里面来了，所以这时候楞严的实住位就相当于华严的实地位，讲的是这个意思。然后举类似的例子来说明，就像天台的圆教后面的八九十三个信位，八信九信十信啊，因为天台圆教初住相当于别教的初地，圆教的初信相当于别教的初住，所以你看圆教的初住到七初信到七信七个位次，相当于呢，我看一下，初住相当于别教的初住到七住，我再重讲一遍哦，呵呵，别教的初住到七住，相当于原教的初信到七信，对不对？所以这个接下来的别教的八住以后，八九十住还有十行十回向二十三个位次，相当于原教的八九十三个信位。为什么？因为接下来的别教出地就等于原教出住了，所以原教的八九十三个信位啊，就可以涵盖别教十行十回向加上前面的八九十三个信住位，二十三个位置，就是他讲的这边和别家的二十三位为后三信。天台是这样啊，所以现在楞严跟华严也可以类似啊，也可以类似啊，哦，所以他说这是你认为的，那你可不可以讲详细一点，请言其相。意思是说，那你把这个华严的住行相怎么样融到这个楞严的实性位去呢？啊，你怎么说呢？啊，他就说呢，你看五根初值为注意，华严的这个实住啊，相当于呢是楞严实性前面那个五根。实性就是五根跟五力嘛，记不记得？哦，他注解里面就说，哎，这个实性位就相当于是前面是五根，后面是五力，所以他说呢，现在呢，楞严的前面的五个性位就是在建立五根，那么相当于华严的注意啊、哦，再来后面的五力，精进力跟定力，等于呢是在修实定。所以这个定呢，定散诸行等于这个就是实行位，啊、哦，以这个净定二力收华严的定散诸行，就是把实行位华严的实行位就含括在这个第六跟第七性净力跟定力，然后呢第八性慧力就在讲十回向。是不是这样、哦、然后呢九信十信就是九戒十愿，就是这个五力后面两个九信十信，就是等于在讲十回向一样的皆相义也、哦、所以第八是比较明确是回向，但是呢九跟十也可以那自在讲十回向，所以楞严的整个实性就包括了华严的三十个位次了、哦、所以这一段呢初看你会比较看不懂，
啊，那么你主要呢是要能够有一个印象就好，就是呢，因为它是用五根五力去解释楞严的实性位，啊，然后呢，他认为华严的这个实住、实行、实回向，也可以配合五根五力这样来解释，所以就把三十个位次就放到楞严的实性里面来了，哦。所以你看他这边结语，故得以此经实住遂对华严实地。那既然实性就配合华严的三十个位次了，那么接下来楞严的实住位就等于华严的实地位了。原因就是这样的开合造成的，所以他是在解释开合的不同，不再是用容色的角度，而是用开合的角度去解释，啊。好啦，那这样你这样一说，那他就另外一个问题。那这样的话，那请问楞严的实住完了，华严的实地也就完了，那为什么楞严后面还有实行、实回向，还有实地呢？那这样干嘛呢？楞严还有这么多位置干什么？啊，若是则住后就是楞严的实住后面的这些位置，那还是什么位置呢？那不都多了吗？啊，那么答。聚因是等觉开出耳，那这句话怪不得呢，别的法师就没有办法同意了。你看，我们连李班长都不太能同意了，马上瞪大眼睛。的确呢，这个说法呢，这个哎，没有人能够马上同意的啊。怎么是等觉啊？所以呢，他马上自己就假设一个问题了：等觉一位安得有此多义呢？哦，为什么可以等觉开出这么多呢？那么他的解释呢是说，华严里面有讲到十定、十通、十忍三十种，三十个十定、十通、十忍三十个啊，刚好跟楞严的十行、十回向、十地法术正均，但见利益耳。哦，所以分楞严分取同他为每于十位皆分取定通忍三，他并不是说楞严的十行就相当于十定，然后呢十回向就相当于十通，十地相当于十忍，他不是这样讲哦。你注意看哦，他说呢是分取同他每个十位都分取定通忍三，哦，所以就可以相当于全教的历十行、十回向加四加行跟十地的名字了啊。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亦所以又引于彼，把这些全教的菩萨能够慢慢的引进来圆教，所以点点点点点点这边呢就是他详细的说明，为了避免自己的麻烦，就给他省略了。需要的人，请你自己去看《楞严正脉书》，因为那一段很复杂，啊，有相当的文字在。哦，那么意思就是刚刚念过了这个，等于他认为呢，可以用十行、十回向、十地中间呢，这个出地之前的四加行，都可以配合定。十定、十通、十忍的修行去解释，那这样一来呢，就跟华严里面也讲到了这种十定、十通、十忍是可以互相搭配来讲的，哦，那么这个通通都是在等觉里面要去修的，所以是等觉开出。他的理由说明是这样，全部都是等觉菩萨开出来的，哦，所以他说这样的开合，但因二经的住地之位既同，就是因为这样子，楞严经的实住位就跟华严经的实地位，那经文的描述就很像啊，恐虚如是开合，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开合的解释呢，那你就很难把两部经做融会贯通的讲法的了解，所以理或然矣啊。可能道理上是这样才说得通吧，啊，他用个或然矣，啊，才说得通吧，啊，并不是那么的肯定，啊，用华严等觉一位，他说华严经在讲等觉这个位置其实含摄甚多，
这句话不只是八十华严如此，四十华严五十三参也是如此。你看哈，那个圣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前面十住十行十回向，啊，包括呢十地，都是呢一个位置用一个善知识做代表。到了等觉菩萨位置，用多少个人做代表？不要说弥勒跟这个文殊普贤，光是其他的像摩耶夫人开始，就十一个人做代表。等觉菩萨的这个善知识就用十一个，更何况后面还有弥勒、还有文殊、还有普贤。哦，所以他这边就是讲这个意思：华严等觉一位，含摄甚多。所以为什么说是楞严的这些位次呢？通通都是等觉开出，恐是楞严行等诸位啊，从等觉开出楞严的这些实行实回向实地啊。当然后面马上又补一段话，免得马上就有人又反对他：然上圣境界为证乃至。啊，终不直定，是我这样子推敲，我这样的这一种推理啊，孤存之以供智者玩事啊，你看看就好，玩一玩就好，我没有说一定是这样，取舍随心，亦不必生笑也啊，不要看到这个你不同意，马上就写文章要来批评我，写给你做参考，参考就好，这就是。这正脉书呢，有时候他很肯定的，他就不客气；有时候呢，他自己觉得不太肯定，但是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就会比较客气一点的写法。啊，所以呢，各位如果以后要写文章，这一招可以学起来。自己有新的想法，但是不是很肯定，也类似这样客气客气的。但如果你很肯定是别人错了，你有很肯定呢，你自己是看对了，你就不用客气了。像前面呢，他 前面他写的文章都是这样，他只是呢还有一个保留的地方，就是说别人写错了，他没有把别人的名字按上来啊。他说呢，就说啊，之前楞严的这个注解就说如何如何，他没有说某某人的这个讲法啊。那如果很必要啊，很必要一定要把它很明确的点出来啊，这个人的说法是错的太明显了，他不能够这个轻忽了，他才会把它写出来。他说这个不能忽略啊，所以呢，这个是正脉书他的注解呢，有几个特点是这个啊。不过他自认为已经是很谨慎的，很客气了，还是呢，还是惹来人家的不高兴，还是有的啊。好，以上呢，这个是要。进入等觉位之前，也就是说到了法云地啊，那么先做一个交代，先做一个对比，跟尤其是跟华严的对比。下面等觉一位呢啊，那么这些小字的科判呢啊也很多，不过我们先把这个经文先念完啊。等觉一位202页这边哈、啊，总共到念到妙觉这样三行：如来逆流如是菩萨顺行而至。觉寂入交名为等觉，阿难，从干慧心至等觉已，视觉始获金刚心中出干慧底，如是重重单护十二方尽妙觉成无上道啊。所以这里面呢就是等觉跟妙觉，只不过等觉呢分两段，第一段呢是证明本位，所以才叫做名为本觉，然后第二段呢，你注意看他的科判，出所得慧，也就是说第二段是告诉你等觉菩萨所证得的那个慧，主要是要强调这个他所证得的干慧地、哦、所以这个是两段。可是呢前面那个科判那个小字三行啊，这个呢也是呢编者呢他把正脉书呢前后的一个说明把它集合在一起，并不是全部放在一起啊。所以我们看讲义以后，一刚开始呢先说明一下，有的经论呢没有等觉位，没有这个位置啊。等
包括什么呢？起信论等诸经论中，亦有于实地后不开此位者。哦，像这个唯识的也是没有等觉位啊、哦。那么不开这个位置呢，放在哪里呢？放到实地里面去，这是一种做法。第二个做法呢，就认为这个也算是果，不是在因上面讲的。第二个做法就是合入妙觉。哦，所以一个呢是把等觉放到实地里面去，一个是把它放到妙觉里面去。然而因有多分，果为一位，何入实地为正？哦，所以他认为呢，要放啊，把等觉拿掉，还是放到因位实地那边才恰当。果还是只有位置比较好，总不若金金另开，那更好。啊、哦，虽然呢，你可以这样解释，但是呢，还是呢，另有一个位置叫等觉位，那更好，所以才用总不若啊。哦，就是这样子是比较好的啊。那么他的问答呢，就是延续了他前面自己的解释。他说：“你前面不是说呢，楞严的形象地等啊，可以呢是华严的实定、实通、实忍吗？那么也就是等觉啦。哦，那么如果是这样，何必又要再开等觉位呢？你又一直强调开等觉位比较好啊。”他的回答：等觉异常色广，哦，可以涵括前后的位置，可以涵括很多，然后呢，所含的内容也可以很广，哦，可是如果放到实地里面去的话，啊，前意不摄觉寂入焦，就没有办法把《楞严经》所最重要讲等觉位的这个重要的这句话。觉寂入焦，这个意义呢，涵括在这里头。所以呢，还是要另外开一个位置比较好。所以这时候你就必须要去了解那个觉寂入焦的一个定义啊、哦。那我们待会看就知道啊、哦。但是他意思就是说，你把等觉位放到实地里面去，毕竟呢，没有办法很贴切的表达出等觉的这个重要的这句话觉寂入焦啊，所以还是要另外开比较好啊。再者呢，这个课本的那个另外一段呢，他说等觉就是解脱道前无间道啊，这是另外一段，所以等觉位是解脱道前的无间道。不要忘记我们一直强调过哈，无间道是以定断惑，强调在定断惑，解脱道呢是以慧正理，所以等觉位跟妙觉比起来，妙觉是呢解脱道正理，等觉呢还算是无间道断惑，所以他才会写是解脱道前的无间道啊、哦，然后呢，再来是经文里面写的四觉死或金刚心中出干慧地，特别写等觉呢有一个金刚心中的出干慧地，所以他说呢特别又用到金刚心，金刚预定金刚心啊、哦，在讲这些修行位次的时候，一讲到金刚心、金刚预定，预呢是比喻的预，譬喻的预。为什么那个定用金刚去做譬喻？因为呢，金刚无所不摧，无所不破，所以呢，一到了这个金刚心这个位置，就是可以有很强而有力的禅定加智慧，去断除所有的烦恼。所以金刚心特别讲的就是解脱道前的无间极力，无间道最有力量的，可以破坏所有维系的惑，自坚自立，能断无明生相维系惑体，在维系的无明惑通通都可以断掉，所以才会用一个金刚心。现在在讲等觉位也是这样写法，四觉死惑金刚心中出干慧地，所以很明显的等觉位就是
无间道，是解脱道前的最有力的无间道。哦，然后另外一段啊，那个小字里面哈、啊，那另外一段是等之后心，也就是说，金刚心这个心是等觉的后心，等是等指等觉。哦，所以金刚心是等觉的后心，所以在等觉位后面再开一个叫做金刚心，也可以说得通，别开一通。啊、哦，但是呢，为什么把金刚心算在等觉位里面？因为要算后面的，也就是说呢，202页最后一行的经文，善能成就55位真菩提路，所以要去算那个55位，所以呢，金刚心就没有另外开出来，就放在等觉里面。否则，如果金刚心再开出来，就变成56位去了。因为妙觉已经是果啊，那真菩提路还走在路上哦，还没有到达目的地，所以呢等觉位算在是还在行因哦，还在走在路上那个因地最后一个位置。那如果把金刚心也算进来，那就变成56位了，所以不可以啊、哦、所以呢这会把金刚心并属在等觉里面，所以合之为是啊、哦，那么如果取后面的那个单户12跟60圣位，那可以把金刚心打开，有别于等觉位啊、哦。这时候算一算就是有60个圣位，那么60个圣位在哪里呢？就是233页很后面了，那个要破五阴魔那里。233的倒数第二行啊、哦，开始呢要进入那个响音区域，受音区域结束之后啊，然后进入响音区域这边啊。好，所以呢这个呢是先把课本202页那三行那个小字科判里面的文字呢啊做一个交代啊，所以等于呢编者呢是在这边先告诉你这个等觉位，第一它是呢在这个妙觉之前的无间道啊、哦，然后里面跟金刚心可以并起来，也可以分开啊、哦。这边要强调的是这个啊、哦。然后呢，第一句话是说，有人把它放在实地里面，有人把它并在妙觉里面，就没有等觉位了啊、哦，还是不是很好的，还是要有这个位置比较好。好，这个是小字科判里面说明的。然后呢再来经文本身，第一句的是如来逆流，然后呢第二句菩萨顺行而至啊、哦。所以呢为什么叫如来逆流？我们一般佛教的一个通俗话倒驾慈航，如来逆流就是倒驾慈航的意思啊、哦。所以呢首先引用这个慧解里面无心人月的解释，他说理无逆顺、啊、如来逆流，现在经文是如来逆流菩萨顺行，所以有一个逆有一个顺，他说理无逆顺，但是呢由全实字而有两个名称，如来的全字已经有实字了，然后呢重提启用的那个全字，如来的全智完全是随众生啊，随机应感，所以才说呢下随机感，这样叫做逆，完全是顺应众生的，这样叫做逆。然后菩萨实智要上觉核心啊、上合觉心要往上跟如来相同，所以这样叫做顺。所以他的逆跟顺是这样子来解释的，一个实智一个全智啊、哦，那么引用《璎珞本业经》里面刚好有这两句话：等觉照即，妙觉即照。等觉位的菩萨，等觉菩萨是用智慧去照即灭离体，去观照那个即灭离体，所以要合那个即灭的本觉心，所以叫做照即。
那如来呢极而常照，已经有那个极灭的离体了，所以呢就可以常照众生，所以这样叫做极照啊。所以照极极照，刚好一个是往上合的啊实字，一个是呢往下合的全字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现在等觉位呢刚好到这里，二字相交之际叫做等觉，就是觉寂入交啊。怎么说呢，他在引用温林戒王法师的，他说实地菩萨啊，实地菩萨主要是混俗立身与如来同，但所期逆顺与如来异，还是不太一样的，还是有别于如来哦。盖如来是逆流出同万物，菩萨是顺流入趋妙觉，如来纯粹都是逆流出同万物，因为他本来就证得圆满的智慧了，他只要能够帮助众生，却全部都是出同万物。可是呢菩萨还没有圆满，所以呢常常还要做顺流入趋妙觉。虽然菩萨也做立身的事情，所以他第一句话就说混俗立身好像跟如来一样，但是毕竟菩萨的那种 利益众生的事情呢啊，还是跟如来不太一样啊。只有到等觉菩萨，哎，这边呢，刚好要交会，啊，以至觉寂，故名入交，与佛无间，所以叫做等觉。就是往上求成佛这条路已经走到快要尽头了，然后呢，利益众生的这件事情呢，也快要跟如来相同了，哦，所以。他用这个解释呢，纯粹从法上面去解释的啊，所以这样这个此虽其等啊，未及于妙。刚刚那句话等觉谢多道前无间道，我们刚解释过了吼。所以虽然等觉跟佛呢快要齐等了，但是还没有到妙觉，盖能顺能入而已。须于大极灭海逆流而出，妙同万物，那时候才是如来妙觉。现在呢还不是完全一样啊，只是能顺能入呢都跟佛快接近了啊，这样叫做觉寂入交。到了正脉书他就用一个譬喻呢，就大家好懂一点了，比较好了解一点啊。像这个慧解这边温林戒王法这样注解，从法上面去讲好像懂又好像不是很了解啊。那么到了正脉书他下面用一个譬喻，你看就清楚，你看哈，这个位是等觉位，将名菩萨始觉等于如来的妙觉。始觉有四位啊，从不觉，然后相似觉、随分觉到究竟觉，现在那个觉快要跟如来一样了啊。所以先举如来而言逆流，盖如来已先证入妙觉果海，无复进取了，为不舍众生倒驾慈航逆流而出。但是这个菩萨等觉位的菩萨乃言顺行而至啊，为其进取未尽，方趋果海，还没完成，还在往那个如来果海在前进当中啊，所以还叫做顺行而至，顺流而入。那么觉寂入交呢，菩萨始觉与佛的妙觉分际正齐，但有逆顺不同。他就举例了入海财宝，前面的商人已经踩到了要回来了，以得珠宝逆流而出到海门，哎，要回家了，刚好在那个港口的地方啊，哦。然后呢后商方已进去顺流而入，亦到海门才要出港口，一个进来一个出去，刚好在这个地方交汇，只要出了那个港口就进入大海了，那个是菩萨等觉位的境界，哦，那如来呢已经 踩完宝了要回来了，哦，所以是逆流，所以是二船恰齐，但是呢前面的商船头向外，后商船头向内不同耳，哦，方向不同而已，这样叫做觉寂入交。等觉位的菩萨就类似这种状况。
境界可以说呢，刚好到那个如来相等相等，只不过呢，一个往前进，一个呢是逆流回到众生这边来，等觉位就在这个交际处。哦，他用这个譬喻就比较好懂一点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等觉位的位置啊。再来，等觉菩萨所得的慧啊，你看前面一句从干慧心至等觉已，后面一句始获金刚心中出干慧地。哎，怎么两个干慧地？干慧，前面是干慧心，后面是干慧地，两者有没有不一样呢？不一样。第一个那个干慧心，是那个三见次前面那个干慧，而这边后面这个干慧，啊，纯粹讲的是等觉位菩萨的智慧，哦，所以两个不一样啊。那么我们先看慧解啊，慧解的解释哈。心湖也是一个楞严经的注解啊，所以呢他先举例来说，他说心湖与等觉后别目此地以为以为一位，就是有一种说法，金刚心是在等觉后面另有一个位次叫做金刚心啊，别目此地，把这个地方呢给一个另外一个名目名称啊。知中书呢，知中法师啊，知中书也是一个楞严经的注解，科此在妙觉中啊，科判呢就把它放在属于妙觉，金刚心属于妙觉位啊。那么长水书也是这样啊。那么真迹呢判属前等觉位啊，真迹法师，也是注解楞严的一个法师，他呢把这个属于金刚心是属于等觉位，郡里也是属于等觉位，至于孤山就跟心湖一样是属于呢这个另外一个位次，是在等觉后面妙觉之前另有一个位次叫金刚心啊，为长水书所说结文有书哦，他呢断句跟人家还特别不一样。长水书你说他怎么断句，我念给各位听哦。阿难从干慧心至等觉已，四觉始获金刚心中啊，然后呢出四觉始获金刚心中，对啊，然后呢出干慧地如是重重单护十二。你看从阿难到金刚心中这一句到这里一段属等觉位，然后呢出干慧地如是重重单护连在一起属于妙觉位。长水书的科判是这样，是分段是这样，把它拆开了，哦，其他上面那个呢分段还都跟这边一样，哦，所以只是说一个判在等觉位，一个呢判在妙觉位，另外一个呢是等觉后面妙觉之前另有一个位置叫金刚心，三种分类。那长水书的分类呢，更特别了啊，前面是金等觉位，后面呢是属于妙觉位，等于他也不承认另有一个位置叫金刚心，哦，他没有承认有金刚心这个位置，哦，所以他说呢意味从出干慧地到这里啊，这是属于等觉，然后呢出干慧地重重那个是妙觉啊，诸说相立就是这种不同的说法四种喽，啊，这样总共列举四种，相立就是相违背，人道于今莫知四重。我本来这句话不想要把它摘录下来，哎，发现这句话很重要，所以还是把它摘录到这里。的确，这些楞严经的注解，哎，就是莫知四重，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才对啊。那本身慧解本身的作者。啊，他说呢他的立场哦，金刚干慧应该要用无心人月所取的判属在等觉位啊，所以现在呢交光法师正脉书也就都跟无心人月一样是判属在等觉位，
只不过呢是属于等觉菩萨所得的慧，是这样子。而且呢慧解里面呢，这补助里面他说，你好好看这个经文，经文是写从干慧心至等觉已，四觉始获金刚心中出干慧地。既然是说四觉始获，这个觉就是指等觉嘛，所以始获什么？才刚刚得到什么？金刚心中的干慧地嘛。所以金刚干慧一定是属于等觉里面所得到的嘛。他说经文不是写这么清楚吗？哦，是属于等觉慧，等觉位里面获得的金刚心干慧嘛。虽然是属于等觉，但是呢也是帮他能够进入最后那个妙觉最重要的一个根据啦。啊，入妙之方，那个妙就是妙觉，他因为有这个金刚心的出干慧地，所以他才能够进入到妙觉。哦，所以他说呢，戒环法师啊，温宁戒环楞严要解说呢，到等觉已，再用金刚心重立诸位，破断缘引，乃可入妙。这样的说法也通。哦，也就是说，到了等觉位，再用金刚心重立诸位，这个是戒环法师的讲法。再把前面的位置全部再走一遍，啊，他此亦可取。啊，不过呢，他说呢，然此但是等觉位中护其此心而已，啊，没有离开等觉位哦，啊，这样来看戒环法师的解释，他就同意，啊，不可目为后心别开一位，不可以把它这样解释说另有一个位置叫金刚心哦，哦，所以就算戒环法师这样解释，也是属于等觉位，所以现在呢。教官法师的注解就跟这个补助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我一刚开始会把慧解前面那些就是有这种说法几种说法，最后呢啊，我们就把它记住，正脉书讲的只有一种，金刚心中干慧地是属于等觉位的菩萨所得到的慧，并不是呢等觉另外开一个、哦、不过呢要另外开一个也可以，这是正脉书的讲法了，我们看它的本身的注解、哦、你看正脉书讲首二句通前总色，就是呢从干慧心到等觉这两句把所有的位置全部包括在进来了，见始终同名干慧，一开始从干慧心到最后呢也是叫做出干慧地、哦、都叫做干慧，但实际上呢名同意别，名字是一样，意是差很多的，所以他说第一前面那两句从干慧心到等觉是包括中间的54个位次，54个位是怎么算？不要算三件字，那个不计三件字是我 加上去的、哦、所以呢从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中间加一个出地前面的四加行，54前面的干慧，后面的等觉，这样就56，所以他才说并能摄两位，能摄就是呢第一个干慧后面的等觉，这样总共56、哦、这样叫做呢从干慧心到等觉总已竭尽，再来四觉始获，他说四觉就是指等觉位始获得，才开始真的获得金刚心，指的就是解脱道前的无间极力自坚自立，能断无明生相，维系获体啊！这我们刚刚先引用这一段讲过了，就是无间道强而有力的那种金刚心，能够断维系的无明获的生相无明的这种金刚预定啊！然莲池已称干慧者，
你看啊、哦，四觉始获，等觉才开始获得，获得什么？金刚心中出干慧力。他说连在一起念哦，连此称干慧，显示就近干慧，是金刚心中的干慧，不是一开始的那种初心干慧，简易前面的初心干慧不一样，是金刚心中的干慧。哦，他要强调是这个，所以他就引用问你见闻法师的注解啊，他说这个前面的干慧呢，是还没有与如来法流水接，这边的干慧呢，未与如来妙庄严海接。妙庄严海是最究竟圆满的佛果。哦，所以是两者的不同啊，称之为干慧是不一样的。然后无心人月的解释，藏妙觉的无明出干，障碍这一种你证得妙觉位佛果的这种无明出干，这样叫做出干慧地。但是呢，另外一个未与究竟如来法流水接，所以叫做干慧。这样子，哦，所以这样的两个解释呢就很清楚了。然后呢，接下来圈圈下面是正脉书讲的出干。既然讲的是出干慧地，所以刚好搭配那个始获，才开始获得，表示前面的位次，前面的菩萨位次都还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慧，到了等觉位才开始获得，这样叫做出干慧地、哦、所以呢，他说诸师于此获但何入等觉，或者是别开一位、啊、就是刚刚引用慧解那段话啊。哦，余位就是教光法师自己认为，你好好的去玩味、哦、这个经文视觉始获，就是指何以等觉故无不可、哦、然后慧解里面这样写是等觉才得到，但是呢，你再好好仔细下面，自等觉已，从干慧心自等觉已、啊、他说自到已、啊、两个字，断是等之后心，已经到等觉已了，所以应该是等觉的后心也算是可以的啊。则别开异通，那为什么要这样注解？因为他要解释六十个圣位，如果但取五十五位，那金刚心就合在等觉里面，这样算起来五十五个，但是如果要算六十，那金刚心要另外算，那才合乎六十、哦、所以他才会说呢，金但取五十五位，合之为是，金刚心合在等觉里面，这样才五十五个、哦、那么如果后面的经文单护十二跟六十圣位，那边要把它打开、啊、等觉后面还有另外一个金刚心，这样的话算起来才会有六十、啊、为什么？我们待会算给各位听。然后所以佛以自在内多开合无定，不因此为一、哦、他说这个是很自在的、哦、所以他又跟慧解呢有相同又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哦哦、好，这个是等觉位、哦、那么六十圣位，你各位看看哈，我们刚说了，把前面的这个这一页的第三行讲义的第三行，你看干慧心加上等觉，加上中间五十四位，就五十六了，对不对？再加上三见次，不就五十九吗？那再加上金刚心，就是六十，是这样算来的，所以才会说要把金刚心另外算一个位次，就可以合乎六十圣位。哦，好，那么这个呢，是他讲的这个哈、哦。好，那么这个不过呢，这里面呢，有人也不同意了，你不应该把它放进来，应该是六十另外的手法啊。总之哈、哦，这你看越多，你头脑昏掉了，你就记一种就好了。啊，就以正脉书的为主就好，
否则的话，哇，这到底是哪一个位置呢？干脆随便断，随便了都可以了。那你的自己呢，就没有个准了啊，哦，那就可惜了啊，哦。好，进入妙觉一位啊，妙觉位呢，它的经文是这样：如是重重耽护十二，方尽妙觉成无上道。这个十二跟那个耽误密切的关系啊，哦，所以各位看这边哈，哦，郑脉书的讲法，他说“如是重重耽误十二”这八个字，是把前面的因位包括全部包括进来了，结上因位尽啊，一字但局一位是单，一个字里面包括十个位置就叫做复，什么位什么意思？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这个性住行相地，这五个，一个字性里面就包括实性，住就包括实住，这样叫做一字总包十位，那是户。可是如果一个名词里面就是指一个位次，啊，干慧心，像三件事前面的干慧心，那个干一个字就代表一个位次。那个就叫做单，这样就是单，所以单户十二，你看他就说依着温宁戒环法师啊，这十二个从干会开始，再来第二个是信位，再来住位，再来实行位，再来实回向位，再来四加行各一个，暖顶忍是第一，然后再来实地。11个是等觉，12个是金刚心。金刚心呢，不是妙觉哟，哦。为什么？因为他要讲的是，如是重重耽误十二，是把因位包括完了，哦，都在讲因位哦。然后后面方尽妙觉成无上道，才是果位哦。所以他的十二是指金刚心哦。好，哦。这是温宁坚文法师的，然后观胡呢，长水书11个都一样，只有第12个他用的是妙觉。啊，哦，他说这个单户十二方尽妙觉啊，哦，所以就包括了妙觉也在这十二里面，有点复杂啊，哦，但是呢，单户啊，最主要就是要讲单户这个名词。那至于这个十二啊，大致上呢，这样的话就只有两种，还 OK 了啊。最后一个是金刚心呢，还是妙觉这样的不同而已了。哦，所以你看，干慧第，然后呢，暖顶忍是第一，等觉金刚心，一个字都代表单独的一个位次而已，所以是单。如果是信住行相地，每一个都代表十个位置，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这样叫做户。啊，哦，好，这边是因位，再来末八个字，方尽妙觉成无上道，那个才是呢真正的在讲究竟果位。总前位皆趋此果，前面修行都是为了要达成这个最后的结果，至此方收成功。或无上正真之实果也，这样叫做方尽妙觉啊，为因为初心圆人，在修菩萨道的，开始初发心的圆教的修行人，始觉虽渐次而生啊，开始始觉四位嘛啊，开始始觉有始觉智了，开始修行了。智慧开始慢慢的增长出来，然后渐次而生，但是呢，始觉跟本觉没有合一，始本位一，始本是本觉，始呢是始觉，啊，所以始觉本觉还没有合一，还有能跟所，能所未忘，所以呢皆为尽妙，乃至到等觉也只是能起，还未能一，啊，觉寂入交而已啊，它也只是觉寂入交。哦，还不能完全一，今于最后一刹那间证入这个位次，证入妙觉位，这时候但为本觉，无别始觉，
能所不再有对立的情况之下了，不再有对立了，吉兆一如了，吉而常兆，兆而常吉啊，完全是一如了。这时候万事万理化然一体，理事无碍，事事也无碍啊，全部是一体，全部是一真如，全部的一真法界啊，这才叫做妙。这是形容这个境界本觉妙觉不再分开了啊，本觉始觉，对不起，本觉始觉不再分开了，合为一体了。但就时其体不越前面四卷中的三如来藏啊，这就是我们前面在讲实地那边就讲了三如来藏，空不空，空不空，还是这个三如来藏为它的体，它的作用呢，它的相用呢啊，其用不越比四义四相，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啊，小中有大，大中有小，然后呢不动道场遍十方界啊，然后呢这个一微尘转什么的啊，每次都会忘记这个在哪里，在九十几页的时候，啊，九十八页最后两行，这里，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小中现大，大中现小，然后呢，不动道场遍十方界，深含十方无尽虚空，于一毛端现宝王刹，作为尘体转大法轮，这就是四义四相，然后开展出来就是华严的十玄业用，十玄门啊，所以回到我们讲义来看。你看，所谓十玄德相，十玄业用，十玄门可以是德相，是相，也可以是用。那体呢？三如来藏，体相用。啊、哦，体是三如来藏，相用十玄门。啊、哦，一时具足，这就是妙觉。而穷玄极妙，不可思议呀、啊！啊、哦，那最后的。无上道，成无上道，他说呢，圆顿初心虽与如来同一觉道，但是呢，圆融不爱行部，行部不爱圆融，位位皆以前前为下，后后为上，啊，还是呢不爱圆融，还是有位次高低差别，前面呢都是比较低下的，到后面呢都是比较高的位置，则知因中诸位莫不有上。但是到这里为什么叫做无上道，到这里再也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啊，思位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什么位置，妙觉位，则正极而复加上，所以叫做无上道，所以这时候无上菩提，无上涅槃，通通都是它的名字了啊，这就是妙觉位。到这里整个菩萨的位次交代完了哦，你看我们总共花几个礼拜，一个月不止哦，哦，应该不止，你看实地一个，然后呢再来实行、实回向、实住、实信，还有前面的干会啊，还有三件次，一个多月啊，将近两个月，为了交代这些修行位次啊，说实在话，对我们而言，只有三件次的第一件次跟第二件次比较用得上而已，其他都是我们仰慕的对象而已，哪是我们的境界呢？对不对？第一件次、第二件次还 OK 啊，第一件次叫你不要吃五星，啊、这个很容易。第二件事叫你好好修持戒啊，三道淫妄不要随便乱来，哦，这个还 OK，哦，那到第三件事就不行了，第三件事都已经开始呢，已经有境界了，有真正的修行境界了，啊，所以连三件事的第三件事我们都达不到，更不要说什么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然后跟华严的实地做对比，啊，那都是理论理论研究研究啊。起码呢，看楞严，这个就是要了解楞严所教导的修行位置，就是这些。啊、哦，不过呢，这个终于熬过去了，这样。
真的是，哦，这很长哎，哎，我经文虽然很短哦，你也不可以随便就这样太随便交代过去，还是要详细的去了解哦。然后呢，这边接下来202页倒数第三行啊，先看那个科判，为什么是魁二、魁三、魁四呢？在讲义里面就说呢，你可以参考前面195页那边。整个其实就是在回答那个晋元起，这是晋元起。相对的，前面呢就是在讲冉元起。你看195页中间那个壬二详示晋元起历程诸位，那你对照前面的这个壬一呢，就是191页。191页的这一个划线划过来一个黑点那边，你看壬一。详是染缘起，片成轮回，所以已经把染缘起、净缘起全部交代完了。哦，那么完全是回答阿难所问的问题。阿难问题在哪里？190页，190页。你看倒数第六行这边写道：“世尊，如是修正佛三摩地，未到涅槃，云何名为干慧之地？44心，自何见次得修行目？亦何方所名入地中？云何名为等觉菩萨？”就问这个。但是呢，如来要回答阿难这些问题，其实主要是要回答净缘起。但是呢，先讲所依的真如，然后呢，这依的真如迷妄颠倒之后呢，就变成染缘起。染缘起里面呢，就有众生颠倒、世界颠倒，然后呢，有12类身啊、4生9有啊等等这些，然后呢，才开始讲净缘起，把这些修行位置交代完了。好，那么净缘起这边呢，再回到202页。最后三行这边，我们把这个经文呢也念一念：是种种地，皆以金刚观察如幻十种身喻，摄摩他中用诸如来毗婆舍那清净修正，见次深入。阿难，如是皆以三真净故，善能成就55位真菩提路。作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那么为什么第一段呢？魁二这边他的科判是总简。非实非染，强调非实又非染。你看，非实，他说呢，这些位次啊，这些修行位次种种地，就是这些修行位次，都是用金刚观察如幻，用一种金刚的智慧。但是这种智慧呢，是可以如幻如化这种十种的譬喻，所以叫做非实。那说它非染呢？又是呢，用如来毗婆舍那清净修正，又是清净修正。既然讲清净修正，当然就非染喽。所以非实非染是根据经文这边判出来的。然后呢，魁三这边为什么叫归众初心劝进？归众初心，所有的位次都是从三见次开始。皆以三真净故，那个三真净就是三见次，所以你才能够把这些菩提路、真菩提路走完，才能够成就55位真菩提路。所以你必须要能够做这样一种了解跟观察修行，才是正观。如果不是做这样的一个观察修行，那就叫做邪观。这就是以上这三段的大意，好。那么先看这个总简非实非染这边，好，那么请看讲义第三页最后四行，最后五行，正脉书里面他说种种地，指的是因地跟果地，包括果地哦。那么果地虽然只有一个妙诀，但是呢因地有很多个位次，所以这叫做种种，因地重重，所以叫做种种这样子来的。再来，皆以金刚观察如幻十种身喻。为什么用金刚？就是呢，经文前面讲的金刚王宝诀。他为什么要引用前面金刚王宝诀？因为没有离开楞严三昧，所楞严三昧，没有离开你用这一种耳根圆通的方法，
哦，所以才会用这个前面的金刚王宝诀来注解这边的金刚观察。哦，那至于为业数呢，是你们自己去看，已经标示很清楚了哈。那么盖自初住圆通之位，即以分正，位位转身到等觉位，就是究竟的金刚心，四觉始获金刚心，从出干慧地嘛。哦，所以金刚是甚深般若之名，也就是能够观察实相，即实相的观照，没有离开实相，所观察的也是实相，这样叫做金刚般若，甚深般若之名。所以他用那个譬喻啊，珠有光环照珠体，这颗珠呢，摩尼珠自己会放光，放光呢还是把自己照得很亮啊，所以叫做环照珠体。然后呢，前列后胜一体而已，什么意思？刚开始的这种金刚的般若智慧比较浅嘛，到了等觉位，当然就这种金刚的般若智慧就很深嘛，很殊胜嘛。但是呢，就算是前面比较差，还是呢是实相的般若智慧一体而已，全部都是实相的般若智慧啊。那么观察就是用这种金刚般若智慧去做观照啊，金刚宝觉照之也，用金刚王宝觉去观照，这样叫做观察啊。那么他引用温尼坚王法师的注解，中种地单户十二，他可以配合前面的单户十二十种譬喻。他说经文不是写金刚观察如幻十种身喻吗？就是呢摩诃般若经里面常常喜欢用的十种譬喻。哪十种啊？幻人，幻人是什么？会变魔术的人，他常常变种种的魔术，会让大家呢看不懂啊，怎么会那么厉害这样法。所以幻人，但是都是魔术，并不是真的有。所以第一个譬喻是幻人，第二个是杨艳，那个就是呢海市蜃楼啊那种的，水月、水中月、空中花，然后呢山谷的回响，千大铺陈，那也是呢那个海市蜃楼那种啊。然后呢梦幻泡影啊，梦影像画啊，幻画，画是幻画啊。所以这十种呢都是般若经里面的常用的譬喻啊。那么为什么这种譬喻用个身喻呢？就是因为用的是实相般若智慧，用来譬喻这种金刚所造的修行呢，皆如幻等啊。所谓如幻三摩体，没有一个实体，终不着相。永明云，这个永明呢，我把它查出来，就是出自在《中经论》。修行好像在空中花一样，修习空花泛恨，但是有没有？要不要？要。有没有实体？没有实体。虽然没有实体，还是要。所以呢，是一种无修之修，有别于凡夫小圣执着在四相的实修，所以才会说是一种幻化身喻。要不要修？要。有没有实修？没有啊。所以你看经文，色摩他中用诸如来毗婆舍那清净修正，这边有色摩他，有毗婆舍那，所以教光法师就要特别去注解这边的色摩他跟毗婆舍那，他一贯的整本正脉书一贯的一个宗旨。色摩他不是一般的禅定而已，毗婆舍那不是说有的禅定开始去做分别观察那种毗婆舍那而已。所以他就一直强调这边的色摩他，前文考佛答处，前面已经佛回答过了，是自信本具的原定，所楞严大定那个体啊，这个是色摩他。然后呢，微密观照，色摩他中的微密观照，能够照见于此，此是什么？你能够看到那个大定的体呀、啊，如来藏体。你能不能够观照那种实相如来藏的本体？所以那个是色摩他微密观照。
他把色摩他配合维密观照一起解释，整个楞严经的经题就在讲这件事情啊、哦。然后毗婆舍那前文问答都没有这个名称，可是如果照其他的经论来说啊，在解释色摩他，色摩他是没有分别，全部修定啊，无分别修定，然后呢有分别的观是毗婆舍那啊，代表的话，我比较了解的代表的论呢，菩提道次第广论，他的解释色摩他跟毗婆舍那就是这个，只不过他的毗婆舍那虽然从有漏的这种慧开始，可是他慢慢的呢，终于呢进入到那个中道第一义谛的这一种毗婆舍那无漏慧。哦，不过一开始他解释色摩他跟毗婆舍那的差别，的确一个是有分别，一个是无分别。无分别的是纯粹修定色摩他，然后呢有了色摩他的基础之后，开始修有分别的毗婆舍那。所以就有人说，一个呢是修真谛，照真谛，真谛空性嘛，色摩他，然后毗婆舍那照熟谛，所以你看他说相似于分照真熟之意，分别呢照真谛的是无分别的色摩他，照熟谛有分别的毗婆舍那。他说如果照唯识的经典解深密经的解释好像是这样，但是金祥未思经语脉，思经楞严经啊，好好的去了解了解楞严经的语脉，是不全同比义，完全跟深密经解深密经里面的意思不一样。为什么？以无分别之语，故不为性定啊。说到无分别跟那个性定自性本具的原定是一样，但是一讲到差别啊，而差别云者人可参详啊，就不一样。他讲的比较客气，你可以解释到一样，但是呢也可以是不一样，看你的理解到哪里。所以这叫做呢是人可参详哦。那么今年他就离开了跟解深密经的解释，他说呢现在呢用楞严经的讲法，色摩他中，你看经文写的色摩他中用如来的毗婆舍那，所以他说在色摩他中指的是自性本定之中，在这种如来的性定自性本定当中，用诸如来毗婆舍那，再加上清净修正，又说用的是如来的毗婆舍那哦，又是又清净修正呢，所以可见呢是从性起修，完全是从自性本定里面所起的修，所以毗婆舍那是用来讲修义，全归修义。所以怎么个修法？不离自性本定，双用即定之慧跟即慧之定。那种定是即慧之定，那种慧是即定之慧，所以是定慧圆融，定慧等持，这样叫做用如来毗婆舍那清净修正。所以然更须知人是何信修兼定慧，信德修德，定慧双融，所以双说前二以结归禅那，就是前二色摩他跟毗婆舍那回到禅那，也可以说色摩他三摩禅那、哦、所以他等于是把这边的毗婆舍那相等于前面用的三摩提，色摩他三摩禅那三个阶段嘛，所以他说呢这边讲的其实就是双收前二结归禅那，然后最后的渐次深入啊，是圆融不爱行部，还是有行部次第的深入，渐次深入啊，而悟希望能够呢悟真究竟保守，终于能够达到究竟保守，不要终止在这个化成哦、所以这就是清净修正又能够渐次深入、啊、
然后还有一点时间把那个三真经啊稍微交代一下啊。他说这边的归众初心已劝进，育人由下学以上达，也就是说你一开始就要重视啊，也就是说圆人顿悟，虽然穷尽因果而发足进取，须重初心，很重视一开始。但是此经谈未次，即始于三种见次，而学者岂可不从此以策立哉？谈位次就从三件事开始，你怎么可以不从这边努力的努力呢？重视它呢？故此节深意存在此耳啊、哦！所以无心曰：三真尽者，即见次也。三件事为什么？这三个通通都结名真尽修行见次。所以，请你看196页。196页的倒数第七行，第一件次最后用的是第一真进修行见次，都有真进两个字，真进修行见次。再来197页中间，四则名为第二真进修行见次，都有真进。第三198页第四行，四则名为第三真进修行见次，都有真进两个字。所以三见次到了202页这边就用三真进、哦、所以归众初心。好，我们就先念到这里，然后、啊、还有一段，那就下礼拜再继续了。 好 请各位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